愿大家多多支持谢东俊。富贵车险惊有效，罗在英，你不是命带骨，下辈你的命格。我一定要把你原本设定好的完美形象，全部拢毁掉，然后逐日安排你坐一个你人生中坎坎坷坷、大起大落的过山车。东俊的证件已经做成影去，要放当地看。咱即马将舞台交东俊，先说予伊发表伊的胜选感言。感谢党对我的提拔，感谢北区所有选民对我的收听，也感谢。坐伫下骹，我所有亲人一路上对我的支持佮鼓励，尤其是我的太太罗雅姐。当初伊无顾我出身善家，无亲人通我靠，都嫁我、爱我、尊重我，甚至伫了我做出要参选遮尔啊重要决定的时阵，无顾伊是安尼支持我。有一句话咧讲，心中有爱，就会人见人爱。我谢东俊绝对做一个人见人爱的立法委员。东俊在科什么受骗？这敢是东俊的安排？你皮包不掉啊？究竟发什么情形？下立委候选人，顶官这个人看起来跟你生得真相像，感觉真亲近。请问，伊是你的什么人？还有？伊甲你未来的政见有甚物关系？我相信在场的乡亲、先进，还有媒体朋友，应该拢真好奇哦。我谢教授应该有甚物原因啊？真歹讲出嘴，归去啊，我来替伊解释。这个甲伊生了真共面、感觉真亲近的人啊，叫做谢克群，是咱这个全民教授的亲小弟，啊，毋过十八年前。伊就已经死啊！卖个放啊！卖个放啊！赶紧将播放器给小明拆掉！你是咧惊啥物啊？哦，你是惊在场的人发现讲伊的死，甲你是你造成的？唔是安尼，你卖跟我回。你竟然请报警啊！谢候选人，请问伊讲敢是属实？既然你的设定是警方列管的烟毒犯，你来讲你无亲人？而且你的亲小弟惊歹咯，刚刚你拢无想要家己帮助，就直接家己检举啊！请大家，给我的先生一点钟时间，这里是误会。
谢太太，你讲是误会，是代表你嘛唔知影谢少这段黑历史吗？伊骗了支持伊的选民人，你嘛冤枉，你敢会原谅伊？我当然会继续支持伊。可再讲，这个代志到底是唔是事实，都需要厘清。请大家莫轻信谣言。对，所以我即马继续替大家来厘清这个事实。谢克群因为无法度接受伊亲阿兄甲出卖，加上伊无愿意一世人弄规个乐界所，所以就跳窗逃走。啊，不过谢教授惊继续受到伊拖累。竟然在警方面头前，将伊家己这个已经吃毒吃到身体不清的亲小弟杀去卖落去，还有谢克群当场去车弄死，也结束伊悲哀的一生啊！东俊，东俊，你来干嘛？赶紧走诶！你俩是受了委屈，大声讲出来，没有陈长寿，我白讲。我不，我不。啊！死亡证明书顶头家属的签名，真正是谢东俊呢。哎、欸，妈！谢教授，你今天吗？电话给他，冲上，手放开。我们这里什么东西？给，有个是伊，美萍。他丢下，你现在手脚冰冰，我讲无体，你哪有感觉心来想讲给道歉？你讲给我那不是苏西？你是安怎知影我讲不是苏西？啊，是讲你是去后路再用给你买手机，跳过边威胁伊的囝婿。各位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啊！这个查某是超过了这闹场的，伊只是一个做十七的查某。我不是来乱的，我不是来闹场的，我讲的拢是事实，因为当时我就伫咧现场。我亲目睭看到家眷叫车弄死的，那是意外，是我亲手，是我亲手甲爸母扛起的，因为我是伊的妈。他爷爷死了，你是东俊的妈妈。你给我站起！小文叔，你讲出来！我没那有可能，目睭金金，看你白白不红，你个哦！我相信你兄弟在天之灵，伊嘛不管伊看到伊阿爷，我让你不明不白解冤枉解不好。我有气啊！你在让我有气啊！四十岁，我跟朱丽萍分开四十年，真的，谢东俊是我的后生。我不是跟你警告过，叫你别再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！结果你也是同款，卖出一只土命鬼，安尼跟我对调调。今摆你满意啊？吼，看我吊死，你都要跳出来跟我看关系？你就是袂堪要看到我好，一定要把我毁掉，你这干嘛是无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本来是要去支持你，我唔知道
是啊，陈忠雄伊会雄雄跳出来讲遐话来玩弄你、骂你。可是你心根本就不是像伊所讲的，安尼我要来听的咯。我要哪有可能目睭金金，看你徛伫遐，互伊拍到规身骨拢垃圾水？东俊，我相信你兄弟伊会天天来知影，伊嘛足生气的，替你干嘛这么等的？踮着太平间甲我讲迄句话，我全部拢刻伫我心肝内。因为你怨恨我，所以你才会甲我赶走，甲我切断母仔结关的。要不过你感觉还阁无够？即马看到我有身份、有地位啊，前途一片光明啊，你就感觉插目。因为你认为我这一切拢是牺牲客群才得到的，所以你才全工走来，才要甲我毁掉，是要甲我天天又来对无？一个无丢无当出现的妈妈，一个放弃我十八年的妈妈，一个从来都唔捌出现在我人生计划当中的妈妈，今物所向出现，伫咧我上重要的场合，我以前啊独立的形象，靠家己拍拼，伫咧国外摕到博士的学位，通过外教特考，今物所向出现一个隐藏版的妈妈。你爱我的太太，爱我的丈人吧，爱我的选民要怎收？应该要继续认同我。你安尼不是要搞毁掉我这啥？谢教授，你真正是把我的心情啊，拢讲出来，你真分析啊，是非分明，每一条拢真清楚嘞。太丢秀，我警告你。我唔准你去接近东俊，我唔准你伤害伊。是咧伤害啥货？你即摆先甲我讲清楚，东俊是毋是我陈忠雄的后生？你想要讲啥？啥物后生啊？唔是啦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我唔爱有你囡仔，你是听无哦？你这个查某，你唔爱对我讲过一句老实话。你也算我是潘阿，我阁会相信你。当年你斩断阮陈家娘脉，让恁老爸赶走。你讲你爸肚内面有囡仔，你过有一顿无两顿的生活。迄、那个囡仔，伊的会所算起来，就是东俊即摆的会所。而且咱分开四十年啊，伊毋是我的囡仔，无的是谁的？你到底是咧讲啥？到底想讲啥是真实的啦？陈忠雄，我警告你哦。你若不放到你说，我来跟你一秒配一秒。走啦！陈忠雄，你莫想超过哦。东俊，你完成了吗？我为朱丽萍遐，知影东俊真有可能是我的后生，所以刷来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去确定这件代事。那真正我确定了后，安尼就是不是安尼？咱就变亲家啊！你莫听伊在后背斗啦，得过斗菜刀。像你这款小狗，哪有可能生得出霸力呀？东俊跟你无关系。你莫跟我好啦！恁两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冤仇人，实际上在恁内心要把我毁掉。你十八年前你就放弃。后来我是靠我家己打拼，才有今日的成就。结果你煞雄雄出现，我为着要保护爷爷，还佫以你支持我的丈人吧，我不得已只有退选。你叫我要哪相信？你是为着我好才跳出来替我讲话啊？还佫你啊？你若真正是阮爸，这就是我一生上大的笑话。